那你刚才唱什么歌？我刚才唱《汤姆教练小哥》。什么？汤姆教练小哥，汤姆教练小哥。他们救援小队吗？嗯。是罗伊的歌吗？不是，是玻璃的歌。那你再唱一次。我们是玻璃，我们是玻璃，我们是救援小队，我们是救援小队，我们是救援小队，要出动。啊！我踩到火了，我烧到火了，我怎么活？我怎么活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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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有看到天上，他有看到天上，他也有看到天上，他也有看到天上，他也有他没有看到地上。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喝下午茶。然后呢？他们在看什么？他们在看书吧。他没有看到地方。